好了，姐，咱们回家吧。你问大夫了？问了，大夫说你啊，身体健康得很。真的？那你问 CT 检查结果了吗？不是之前说有阴影吗？都正常，啥事儿都没有。那是啊，良性阴影。良性阴影？那啥意思啊？大夫就是这么说的呀。没事儿，走吧，姐。